为什么吧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跟猫咪一起拍戏，跟猫咪一起拍戏，它毕竟跟人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人说小孩跟动物是最难拍的。是的，然后再者，你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对猫咪产生感情，而且有些时候演的时候也很有意思。比如说这场戏，你摸着球球在那演，演着演着，猫跑了。然后你就，然后镜头可能有特写切着你，就还要对着空气，继续。其实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也让我懂得了很多，养猫咪的心得，包括是像猫咪该怎么拍戏。对，它是我们整个剧组的团宠。